快要吐了。Hello， 大家觉得最近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和 UFC 运动员一起去训练，对，就是张伟丽拿冠军的那个比赛。作为一个运动爱好者，我之前也看过很多 UFC，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尝试过 MMA， 所以今天要去体验 UFC 运动员的一天。Let's go！ 我现在到了，然后我超级紧张，因为我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，很辛苦的 train， 估计他们跟我说1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，然后早上不能喝水，超级渴，好想喝水。一会儿应该就可以喝吧，反正好像要做一什么测试什么先，然后会再去吃早餐。我真的好瘦，现在我们现在要去食堂了，终于可以吃东西了。不是很饿，因为马上要练，然后很怕会吐的，因为我知道之后每次锻炼之前就是吃东西我会很不舒服，所以我就是要能少吃一点。带着大家先热身，热完身之后，下午的体能课也是他们来带着大家一起来。好，期待。I'm so worried。这个我快要吐了。我的早餐都已经到这里了，刚刚只是热身，这个很尴尬。哎，我估计今天会吐的，真的。12 seconds later。A few minutes later。很好，现在我刚吐了。但是我现在感觉好很多，我的教练肯定是 like what the， 会吗？我不会，我教你啊。这是宋老师，我今天的教练。后手击倒了，连续的锤击有没有机会？我们看裁判叫停了。哇，对他简直是生活里的一拳超人。Christopher Wallace, I got some racks, ain't talking about closets. I got some racks, can't fit in my pockets. Stay with that rocket, no auto. We sweeping the ops, the pop. 后来真的要想很多，因为我 I don't know what I'm doing， 一直在想，不是很顺。现在反正就是只是我第一次，对吧？所以就我可以有点接口，对吧 ？So tiring， 开剪头发了。MOB, that's the motto. I get big checks like the lotto. 我都想吐第二次了。我没事，我只是在休息，只是有一点困。现在大家都在 stretching 什么的，一会儿要做那个冷冻舱。然后我是一个很怕冷的人，我这个海南人很怕冷的。20 seconds looks okay. This is minus 60, so you will climatize. And then when I say go in.There'll be a lot of smoke in there, so don't worry about it. Okay. Yeah, don't freak out. In there, 3 minutes. Okay. You can walk out anytime if you need. Whoa. 零下六十度，这里面待20秒，适应一下以后进110度。Okay, get in. Oh. 什么鬼声音？Okay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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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
This is the coldest I've ever seen. 今天比平时冷啊。这么酷。刚刚都是冰在我们那个身上，刚刚都是白的。其实我一进去的时候就想就是走，想离开。第一天适应了。你在里面最多多少时间？最多5分钟呢。被他摁在那边，他每次跟我们讲啊，还没到。一开始进去，我真的想马上出来，主要是我不想做那个人，就是只有我出去，然后大家都还在里面，我不想输。我是每个人都这么想。对对。现在到了午饭的时间，早一点吃，因为下午还是要练很多。现在要休息一下，现在是差不多12点半，然后这边我要在这边休息一下。因为真的太累了，好吧，一会儿见。OK， 现在换了一个房间，有一个电视，然后有一个 PlayStation 在这里，有一个沙发，然后我最喜欢的可能是这个东西，这个屏幕会放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睡眠 ，Power Nap、Recovery、Activation、Relaxation， 我可能就是要 Power Nap 吧。这个好像会盖上，我一会儿试试吧。哦，怎么关？完全关上好像，然后外面会有几个洞。OK， 我先睡一会儿，晚安。早啊 ！Oh my god！估计我就不太想起来了，有点太舒服了。我想给我自己买一个这个东西，淘宝有吗？现在都2点半了，睡了一个多小时，没想到吧 ？Oh my gosh！ 来吧，我们继续吧。喂。只要我可以过1000就好了，就能过1000，我可以接受吧。是。Go！ 屁股不要回来，你看人家屁股都没动。对对对，嗯，是不是更累？I'm gonna be so sore tomorrow. 在这边吧，要练地面，练柔术。OK。学过柔术吗？没有，一点也没。没。我们先从一些基本功，热身的基本功开始哈。我先教你做一个柔术里边的下行，咱们一只脚，屁股往后伸，再看，抬起来，屁股往外出，手搁自己的脚。对，两个脚这样，屁股是这边。哎，对对，很好，脸连起来，慢一点。对对，很好，学得很快，很棒，你看一眼就会了这个。翻起来，好了。What？ OK， 背景啊，然后这只手，这只手进去。摔，单手就有了。对，可以在后面，接上来，发力，用全力。对，不要停。吓死我了！来，看你这个手进来之后是这样的，这样没有，这样没有，你刚才是这样的，没有。
量进去。就是你要让你的这个空间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让你的对手窒息、秒杀的。你看你能撑多久？我会用正常我们就是用的时候。抢救的我转。这边需要做人工呼吸，稍安勿恙。来了，来来来，我看一下，准备。OK。快就是这种感觉。Oh my god， 好痛！在你晕倒的时候，好多人都看到了美女、跑车、金钱。我们要去做的事情，是我今天最期待也是不期待的一个事情。先进热的。I'm not ready for that. More. 三分钟以后你就没有感觉。走吧。走一下。走。走。看时间。Hey. Oh. 啊！我的脚跟膝盖现在就开始胀了，接下来你这样看。哦，他被球都拿了，可以放了。来一下。啊啊！哦哦哦！舒服吗？舒服。这个大概有多冷？五度吧，应该。你刚刚那个就是记录是八分钟是吧？是最好的一个。没有，我们基本上都要把。哦，都要把是吧？哦。我没有坚持过吧。真的。五分钟差不多。那个其实两分钟我没感觉。我刚刚是就是脚是完全没有感觉了。拜拜。好。OK， 我们现在要离开 UFC 了。今天真的超级开心，超好玩，然后学到很多，然后认识了好多新的朋友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去找阿福、Kevin 和大家见个面。毕竟来到上海嘛，那就是还是要去找他们。所以呢。